早在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其实我们新竹就有非常多的包含工协会啊，或者是一些团体，大家就是陆陆续续都有收到这个动员通知，就是要求说希望哎、欸、这个协会可以动多少人啊，或者是这个大家看到可能新闻上有写到，比如说媒体讲的说民防大队也要帮忙动员啊，所以其实我们新竹的在地乡亲其实很早就知道说，哎、欸，其实蔡英文总统又要来了。因为为什么说又要呢？因为其实他8月27号才来过新竹，就是陪我们的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讲故事给小朋友听。那没想到就是9月17号又再度来到新竹，而且这次还带着这个林智坚前市长，就是大家非常期待。你说蔡总统带林智坚吗？对对对，就是林智坚前市长先跟柯建铭嘛，然后就是总召，然后就是先在这边暖场，然后后来蔡英文总统也到场这样。对，那其实大家都会想说，哎，天啊，蔡总统，我们就是20几天就来了新竹2次，真的对新竹是真的选情的部分还蛮重视的。对，那当然昨天其实大家就很期待看到他，因为他很久没有看到林智坚了，所以很多人都开始在我们那个新竹的很多群组，大家就在传那个直播的画面，就说，哎，林智坚好像变得消瘦了，变憔悴了，还是什么什么的。但大家后来就因为他的那一句话说，新竹球场的品质。台积电也有不良品嘛？你们说对不对？然后这太离谱了！对，就是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他这么多时间没有出来，就一出来就又是一个非常引人热议的话题。因为昨天像我的一些科技业朋友，尤其是台积电的朋友，大家都会非常的黑人问号，想说你球场盖不好，为什么要牵拖甩锅给我们台积电？就是我们哎、欸，我先跟那个董事长报告一下，因为我们本身我自己也在半导体这边有待过，所以其实对于不良率这件事情呢，老实说，我们在交货给客户之前，一定都要在厂内去做很好的品质管控。嗯，因为当你今天交了不良品给客户的时候，第一个那是你自己的商誉的问题。那第二个，当然你可能会面临客户要退货的这个问题。第三个，你可能要去客户那边罚站，甚至要写很长的报告。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不被允许的事，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比如说台积电要出晶片，如果说它是一个，比如车规晶片，还是说今天是一个比较安全规格比较高的晶片，结果你今天这个晶片出了不良品给人家，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不能够被接受的事情。所以今天林智坚不可以用什么台积电良率也没有到100%嘛，这样子的一个很轻描淡写的理由去讲他自己新竹球场的问题。因为第一个，台积电它本身是做了非常多努力，就算说今天厂内的不良品在良率没有100%的情况下被发现，他们也是自己把这个东西打掉，然后再要补上更就是正常的良品给客户，所以他并不是说好像把不良品出给客户。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大家绝对不能够去把台积电跟球场比拟的。球场开幕7月20号那一天，他就已经把球场交付给球员，交付给球迷，结果就被狠狠的退货了，12亿的不良品就这样子交货被退货。所以林智坚这件事情，真的，他这样说完之后，真的科技业大家也都炸锅，就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说法。我现在有一个荒谬的事情，这个逻辑上的谬误了，就是说台积电是我们台湾的骄傲啊，台积电护国神山，现在我们全世界都认为台湾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唯一台湾被重视的理由就是说台积电不能沦入这个中国大陆之手。所以在这个地缘政治上来讲的话，台积电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问题是你这个林智坚是个大欺犯嘛，你跑去台大被人家取消学籍，中华大学取消学籍，你怎么会把你的这个棒球场弄人家手球员手断掉，然后你去弄了一个他逻辑就变成说台积电也有不良品。那我请问洪安，请问你一句话，那照我的逻辑的话，那他是不是等于他承认这个棒球场是不良品呢？他已经承认了，所以他觉得说他那个是棒球场，就是他的很多件的公共工程当中可能不小心的不良品。所以第一个他已经承认他是不良品，第二个他也觉得好像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所以你想要董事长，未来我们所有的这些比如公共建设，难道这些公共建设出问题的时候，你都可以用一句轻描淡写说啊，反正良率也没有100%这种事情带过吗？不可以嘛。那如果今天真的太离谱了吧？用完啦、啊！我们3亿5千万变成12亿的过程，现在不是不良品的问题，要搞出差点搞得这个球员将来的身家生计都会出问题。他总共是中间的这个
这个黑中间的这些可受检验之处哈、啊，这有大家都要考好来开始来检视到底怎么回事。它中间有差了7-8亿的金额，它也明显的看到的就是说，一个棒球场的草皮应该是用专业草皮，它用的是一个公园草皮，它那个根本就是一个水准有问题的一个人，就是这个人本身他。整个逻辑是有问题的，然后他今天他的品质是有问题的，他今天居然还敢跑出来帮这个沈慧虹啊，帮沈慧虹来站台，你知道？所以我然后去类比到台积电身上来，那换言之讲，就是说他们这一批人，我认为不是这个，应该不是他的智慧想到的。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立法院。你跟柯建铭也很熟，也有很多交手的经验啊、哦。就是说，柯建铭他们这些人呢、啊，跟陈时中他们这些人有一个特性，他们在说谎的时候哈、啊，非常淡定，然后脸不红气不喘，因为你骂他什么事情，他绝对不会跟你回应的。我要为什么提到柯建铭？因为柯建铭连发了2篇文章啊，都要提醒到，就是说新竹帮，就是林志坚的经营的新竹。帮新竹创造了他的伟大跟光荣，你有没有看这2篇文章？其实我要问的就是说，你将来要担任新竹市的大家长的一个政治人物，你认为柯建铭他们在强调新竹的光荣跟这个伟大，跟这整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他只是一个文字上的吹嘘，还是他真的在意识形态上，现在他真的认为说林志坚创建了新竹的光荣跟伟大吗？这个是我今天想要问的问题。如果我是新竹人的话，我一定会想知道一下，林志坚今天已经被台湾标定成一个非常没有品德的人物，为什么柯建铭还敢用文章来帮他背书，说他是创造了新竹的光荣跟伟大？他已经在我们在教小孩都是很负面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就是你在竞选新竹市市长，新竹市民对这种林志坚是代表的，就是形象代言人了哈。我们一个就高虹安如果当新竹市长，高虹安就是新竹市整个新竹市民的代表人物，就等于产品的形象代言人嘛。那林志坚已经变成台湾的一个。丑陋的一个作弊的抄袭的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恶劣的恶劣的样本，对，或者范例，他是个犯罪人物嘛？结果居然你们新竹的一个资深政治人物还在强调林志坚对新竹的光荣跟伟大，这是我现在的感到这个逻辑上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是 Cincinnati 的博士，然后高虹安又是台大毕业的哈，高虹安是北一女，台大美国 Cincinnati 的博士， Cincinnati 是非常难念的学校了。我说，所以他的基本的程度。哦，那他现在这次跟两个人竞选，一个是国民党的议员，我不知道好像也发生了抄袭事件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副市长，所以我现在讲就是说价值观问题了，就当柯建铭讲这个话出来之后，你认为你的新竹你在跑摊的时候，新竹市的知识分子或年轻人能够接受说林志坚代表的新竹的光荣跟伟大吗？我想其实因为新竹光荣我带头，这个是最近就是我们在新竹漫天的看板，就是沈慧虹的看板上的标语。那这一句话其实也在地方上被哭怂。其实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用一些嘲讽梗或者是恶创来去嘲笑他过去的这个论文抄袭，又死不承认，就有两个学位被撤销，还有加上棒球场的事情。所以其实像你看到沈慧虹的看板写的什么新竹光荣我带头，然后其实大家就会有下联叫做棒球场上捡石头。就是，那年轻人就会去哭诉这东西，然后地方上大家就会在笑。那他前面有一个，就是在前一版的这个看板，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整个新竹市，如果下次董事长来这边，不知道你是敞刊来还是10月1号当天来，你大概每走到一个路口都会看到，就是沈慧虹的看板。那他前一版是叫什么？新竹会红。结果呢，新竹真的红了，因为红到全国的知名度，负面的红。1月22号，整个棒球场全台湾的声量最第一名，声量第一。对，就全台湾在看新竹市，变成是很多人都在讨论，而且大家讨论的都不是什么好事情。那所以，接后来其实我们在地方上在看到，就是柯建铭总要讲说什么新竹创造光荣啊这些事情的时候，老实说，当然大家其实，在台面上对柯总刀都还是
还是蛮尊敬的。可是私底下大家在这个茶余饭后的这些闲话家常的时候呢，其实都会讲到一句话，是说其实林智堅前市长的这些事情真的让新竹人感到觉得很丢脸。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就是很多人都会跑去跟新竹市民讲说，哎，你看你两任选的那个林智堅，你们都没有看出来他的学位这两个都被撤销是假的，然后你们也没有看到他这个公共工程12亿棒球场打了两场就不能用。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认同说，其实在新竹市确实有很多的地方还是有建设的不错的，因为毕竟这件事情就是它的比重不同嘛，它可能在设计美学上或者是在一些亲子活动上它比较用心，但是我们在谈的是它这几项的公共工程就确实是有它做不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其实人要谦虚一点，就是说不要就是还把自己讲得很光荣，那好像有一点你自我感觉太良好，而且在这个时间点就是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再加上你棒球场也还没有开打开来让大家看你修好的样子的时候，你去讲说新竹的光荣跟创造这个荣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跟新竹人的主流的意识感受上会真的有一点落差。同时我们也知道其实新竹有很大一部分是市民的，比如说我们的 GDP 所得，或者是创造的 GDP 所得，或者是说你今天在企业的营所税，这些东西的比重跟它的人口的比例来讲都是超过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新竹人占的比例大概可能这个比例只有2%，可是我们创造的这个所得税的收入可能到快5%。那在这情况之下，其实你要说新竹的光荣，新竹市这个城市的光荣到底是谁创造的，其实很多市民可能会觉得，哎，这不是我们在每一天勤恳努力向上的这些新竹市民或者是产业界打拼的成果。所以我觉得你当然可以去在你自己脸上贴了很多的光，可是别人买不买单那当然是要看你的表现。我想如果今天没有棒球场没有论文，可能林智堅前市长还有一个五星级市长的光环在那边，但是现在呢其实就慢慢的发现他其实在这个镀金的上面把它脱掉之后，会发现说其实他的这些东西都破功的时候，说真的对于他的执政能力对于他的诚信都是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呢你再把光荣这两字贴到上面去的时候，说真的跟大家的想象真的差太多。脑力耗尽需要睡眠，睡前30分钟来包梦梦水，放松心情，舒缓焦虑，帮助睡眠，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充饱电再出发，辣气的推荐代码 CPI 567，还有主播出人物 CPI 444。